大家好，我叫李玉琴，我来自美国，我学了9年的中文。我想录下这个视频，是因为我得提高我的中文口语的水平，所以我决定我应该录下日记，所以我在这儿。我知道我的中文我说的不太正确，不太流利，所以我要练习一下。我没有剧本，所以我会犯很多的错误，所以我抱歉。如果你们可以给我很好的建议，或者我应该纠正我的说话，请告诉我，谢谢大家。